就是反正你都有。我直接找正风课哈，您等着哈。到哪里？啊，到正风处啊。正风处。我之后再提告。我上次住八零四医院，在国军医院，然后。国军。对，然后我去二楼申诉中心。然后他们军长官叫我等一下，他请专员过来。结果中立派出所两个警察跟一个另外警官过来恐吓我。这些动作为什么要拍我呢？来了，来，原来他们轻伤。那刚刚事情没有处理，直接找警察上去啊。我的户籍地在文山区啊。然后刚刚那个文山区的原住民专员在电话里面跟他们长官讲，还说我是游民啊，说不要跟他讲我是游民，说我会生气。我们自由工作者你还讲我游民啊？我今年在桃园被打断三根骨头，结果他们推过来说我户籍地在台北市，要这边处理。社会局、原民局只有协助到一半啊，后面就不了了之啊。那我刚刚去澄清，他们居然叫警察上去啊。你刚刚爬十一楼对不对？四楼啊，是五楼，五楼原民局啊。他们也没有拿纸笔登录资料，什么都没有做。那刚，他还直接先丢一张给我，叫我去原委会啊。服务台的人员居然敢丢一张这个便宜形式，丢一张给我，直接把我踢。我的户籍在文山区哎。花莲、台东什么秀林乡、万荣乡，你们怎么会这样做事呢？这警察刚刚来了六七个，他们在后面旁边像没有一个人出来协助处理啊。来，你坐一下，坐一下，他们马上下来。好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这些吗？好，可以，然后可以拿走啊。好，可以啊。黄秘书是女的，怎么叫你们下来呢？没有，黄秘书有事，我是陈秘书。你看黄秘书下来，你们有几个秘书？我们两个。那我刚刚在上面问你说你怎么都没有讲啊？啊，没有啊。你后来找他过来为什么？不是啊，他我还会在。他要讲什么？我不相信。那、啊、你我找黄秘书。我不相信。你们这种态度，你们这种态度就不要聊。什么叫他要讲什么？没有公平，没有正义。你们没有处理好，到时候提告给你们看啊。好，你们最好再乱讲话。你是公务员，搞清楚，这台北市政府。是。不好意思。你谁报警的？我问你谁报警的？没有报警啊。对，在装疯卖傻没有关系，装死你们很会哈、啊，什么烂原民处啊？你没处理好，你看我把你们局长处长拉下来，丢原住民的脸啊！敢在这边恐吓原住民、啊，你们那个先生，那个蓝衣那个旁边那个先生，刚刚文山区的讲我是游民，你跟他讲哈，他不要道歉，他试试看，我直接提告。哦，你刚刚有开扩音，我有录音。哦，不要跟我装疯卖傻，
你居然阳奉阴违在背后面，他居然原住民专员在背后讲我是游民啊，你自己听得清一清二楚吗？哦，不要装死哈、哦！你看这什么态度啊？那个排湾族的女生有帮我是她该做的，我没有分外之事请她帮忙啊。你自己刚刚有没有听？你自己刚刚听得一清二楚哈、哦？你去跟蒋万安讲看看，原住民是游民，你跟蒋万安讲看看。你去跟郑天台讲，跟高金素、梅立伟讲啊。不要脸到这种程度啊！我你们没有处理好，到时候一并你们我全部提告，我告给你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谢谢。我是被打断三根骨头丢在路边，你们完全没有处理哦，还嬉皮笑脸的，你们办公室还给我嬉皮笑脸的。打110检举那些警察跟驻警哦，都是因为你们哦。很多警察这样记大过、记惩戒，哦，你们敢借刀杀人，你就试试看，我就用法律治你们了。不好意思，我黄秘书现在在跟长官讲话，等下就下来。好，谢谢。我你们要不要留是你们的、你们的事情哦。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，我是乖乖人在那边跟你们陈情哦，你们没有做纸笔记录，你们不知道谁给我报警上来。警察也不讲原因，你们是公然恐吓。那黄秘书等下下来。好。你看刚刚那个第一个那个男生说是秘书，他是第一个先进去。我说你是谁，他不报职衔。你说哪个？刚绿色这个？不是，那个前面那个长辈啊。哦，你穿那个深色这个？就是那个红衣服，枣红色那个啊。嗯。他是第一个跑到里面，除了那个服务你从楼上的时候，对对，那个除了服务台的那个小姐进去，先给我那张纸说，叫我到中央园委会。啊，我是放红色这个奖的。没有，那个时候服务台一个小姐，哦，我说谁叫你写这张给我，他不敢讲，他就出去以后换那个红衣服的进来。嗯，那他在跟我讲的时候，跟他讲，我说因为他都没有挂牌子嘛，这个、哦、红衣服这个，你看他们两个都没有挂牌子啊。嗯嗯嗯嗯，吴大师 BB， 对对，好听。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，他的老婆叫 BB 啊。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 ，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。村长不要紧，他紧张在这里，他紧张在这里。你看他泼这个什么？你对我妈做了什么？紧张在这里。你不要在那边坐坐。BB， 紧张在这里。妈的，我以前我找的走。没有用好好的讲的。你看你泼什么？我们对你做了什么吗？我说我们是表达不喜欢你。我们不行吗？你做这个不当兵兵，公然侮辱我们原住民台亚族，我们来泼网好不好？看看，我们来泼网。可以啊。看谁倒霉。我们满族就不欢迎你，你为什么侄子这样做？好了，他在泼网什么？你看，他在泼网什么？你乡长啊、县长都讲了，乡长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不能讲乡长吗？啊，乡长跟你有关系吗？他政治人物，我们可以自由舆论，怎么了吗？他公众人物，我不能讲吗？我讲公共建设，怎么了吗？截图一下，公共建设，你这什么？你这个什么头脑？要上法院嘛？上法院嘛？你也想吃我们的钱，对不对？上法院嘛？我们没有那么笨的、啊。你不要动手。我们这些人不欢迎你、啊。你在恐吓是？你回去啊！这不是你本尊，我是代表茂安村跟全部原住民。你够了侮辱我们五大皮皮的，那你真的习惯？你录影嘛？你录影就赢了嘛？法律有这种公平的人嘛？你要挑衅几次？你是在搞一些外围团体啊？我们都不管你了，你他妈牵涉到我们村里面的工作。你们骚扰我几次了？我们是说我们不喜欢你这样摆，你会感觉到我们被伤害，被侮辱。你录音嘛？你还有电录音？好了好了，村长。